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妈妈生病了，需要钱。要多少？3万。你怎么不去找你舅舅啊？舅舅不给我，他还打我。把这里有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就这100块钱，拿着赶紧走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这100块能干嘛呀？小姑娘，这100块钱你先拿着，你在这儿等一下叔叔，叔叔马上回来。如果觉得合同没什么问题，就可以在这儿签字了。等等。这谁啊？这是我们老板。刚接到通知，由于市场价格影响，原材料上涨10%，所以这合同签不了了。我和你们郭经理已经说好的，你们临时涨价，这不像话吧？郭经理，他们一共多少吨？30吨。30吨也不多，也就多3万块钱。你们的原材料涨价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也是做生意的，有你们这样做的吗？我们也是赚的是良心钱，反正合同也没签，大家也没什么损失。我不信找不到别的公司，走，换一家。哎，换什么换呀？这是甲方指定的供应商。行行行，我签。刷卡还是现金？这卡里有30万。这是3万，够不够？郭经理，你跟他先办一下手续，这3万块钱我先拿走了。小姑娘，这3万块钱你拿着，这是你爸爸给你的，以后你爸爸不能陪你和妈妈了，你要照顾好妈妈，做一个坚强的小女孩，好吗？好。谢谢你在我需要温暖摊开了掌心，谢谢你眼神的坚定，谢谢你。什么？对不起你。我凡事远离，每一步靠近。走，爸带你回家，看你妈妈去。